11月14日晚，张一山通过微博晒和朋友聚会的自拍照，并自砍道：“随脚拍，请看小屏幕。”照片中，张一山身穿黑色 T 恤，双手举高比 V 卖萌，和友人聚餐享受美食。而后面的一张照片却曝光了事情真相。原来张一山倒着躺在沙发上，双脚翘高，用脚在自拍，难怪自砍是随脚拍呢。此微博曝光后，逗乐网友纷纷围观并留言称：“你的脚很灵活啊，哈哈哈，只看到了四脚朝天，自拍新技能，你做到了。”